兄弟们，看这一把啊，这线看到没？然后拉拉拉拉拉到那边去了啊，倒也没中过，看起来很像啊，拉斜了，拉边了。拉下就知道有没有中了。好，绕在这个树上面，树枝下面啊，到那边去了。我只要看那里有没有货就行了。我估计有啊，七八成。我要拿个刀，拿个刀啊！那进来了啊，进来了。哥开了看，甲鱼在这儿，甲鱼看到了没？不怎么大吧，上前一点，小甲鱼啊，黑花的，黑花虎，一斤都不到，七八两。这个塘非常好啊，水非常清，这甲鱼八九两啊。然后我就是扔在那个地方的树荫，然后他拉到这边。现在里面放甲鱼啊，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放，那就是树荫或者是种草，其他地方都摆扯，像浅滩还有那种化间啊什么的，也必须要有树荫，没有树荫现在钓不到，只有一个地方啊。现在太热了，因为